时候，耶稣进入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泽海，他原是税吏，是个富有的人，他想要看看耶稣是什么人，但由于人多不能看见，因为他身材短小，于是他往前奔跑，攀上了一棵椰桑树，要看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。耶稣来到那地方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泽海，你快下来，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。泽海要赶快下来，喜悦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，众人见了，都窃窃私语说：耶稣竟然到有罪的人那里投宿。泽海站起来对主说：主，你看，我把我财物的一半施舍给穷人，我如果欺骗过谁，我就以社会赔偿。耶稣对他说：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，因为他也是阿巴龙之子，因为人子来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。上主的话。